有吗？有可能吗？这个是新推车耶，老婆。对啊，新的。我跟大家讲，我们今天又来到老虎蜜蜂了。没错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呢，一样是要带我们儿子一起来玩。嗯。因为毕竟他说他想要夹娃娃机。然后你们看，新玩法，你看。哦。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夹了。因为我们儿子呢，本身很喜欢娃娃机嘛。对。但是我们两个呢，说真的，很久没有竞争的感觉，这样会胜输，这样不行。所以我们两个呢，一定要 PK 一下。好啊，一人500块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场哦，你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夹到很多东西。然后呢，规则就是这样，一人500块嘛，250块一定要带水宝夹。哦，我靠，我以为他会夹到哎，他现在这么会夹了。我跟他讲，我们教他，教到他会控制了。你看，会吓爪了。哦，因为呢，家里有一台那个小台的娃娃机。对。掉下来，他以为出货了吗？对，他以为夹到，要出货了，甩宝，要夹到了，这个要夹到了。哇，所以我们已经开始 PK 了吗？好啦，开始啦，这个已经急着加油。哦，加油啊！好。你要对准这个红色的，好不好？太棒了，各位，那光这一台就花了快100块。我等下带他换台。夹到了，耶！终于甩宝放进来。拍手，甩宝看到什么？车子。他最爱的。对。最爱的玻璃吗？你要这个对不对？好，加油。那妈妈帮你夹要吗？你跟妈妈说加油。加油。加油。出来了。还没。他说出来了。还没出。不利斯哦。会动作。妈妈加油。妈妈加油。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哦、喔。那哪一个比较这个好了？好像可以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觉得你夹的玻璃这么认真呢、啊？因为他想要。加油加油！有了有了有、欸欸。你这个时候要跟妈妈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加油。弹出来！你要玻璃吗？有没有开心？好，我们让其他小朋友夹，走。你要夹哪一个？超大水壶。你这个水壶真的蛮大的，这感觉不错哎。因为你是水牛。要翻的吗？我觉得要翻哦。翻啊！好，有机会吗？哦，补位了吗？因为它有块可以补位。直上直下又出了，对不对？我放弃。你要带他一起讲吗？好、欸。他在忙什么？他在忙什么？不知道。他会回来的，你放心。你的500块快没了、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想先去夹简单。好、啊，你去夹简单的、啊。好，你要吗？好，给你夹。哈哈，我还以为他小神童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你帮爸爸夹都没这样啊？哎，不是。哎、欸、哎，不是，怎么不是？不是。你要感谢小神童。你好厉害哦。哇，这个小神童。不是吧？那你帮爸爸夹，怎么都夹不到、啊？我想说他夹那边，结果居然被他夹到。厉害哦，厉害哦！你给自己一个赞。赞。首先，我们先试前面可不可以的。哦，前面不行。飞行的，就这样玩好不好？你看他，拿着。他想要玩了、哦。我们回去再玩。大概什么一种？可爱哦！哦，换甩宝夹了，来，来，爸爸带你夹。夹二了。哦，我往前哦。好好好，我们努力夹，好不好？你、欸、这个行销手法不错哦。怎样？
就是哦，下来了，就是故意把车子放在这里，有没有？那小朋友吸。对啊，小朋友看到就说啊，我要车车，我要车车，他就这样。哦，二楼。我没有。还以为出错了，你看看。没有，没有出错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宝宝还没夹到，宝宝还没夹到。小宝，我们去夹别的好不好？去夹别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儿子喜欢这个。我决定我也要夹一个给他。但是他被掉下来，然后弹出来。哎，你刚刚是怎么弹出来的？你刚不是夹出来，是弹出来的？对，他弹出来了。太酷了吧！自杀，自杀出货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再弹一次。哎。哦，有机会哦。哎，有机会，看到没？我靠技术出货，来吧。又还没出的那边。啊，看到啊，爸爸出货了。哎，你拉到蓝色。这蓝色有点挡路啊，怎么办？有点挡路，这个有点挡路。要加油。哇，有了啦，我们一起夹。哎，哇，你不知道这个吗？跟妈妈说自杀。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个玻璃夹出来，为了我儿子。要夹出来。有了！哇！怎么可能？有了吧？耶！终于！来吧，消防的耶！消防车子啊！这是你爱的。哎，你怎么还要夹？我跟你讲，我抓到诀窍了，我已经大概知道怎么夹，我这次一定可以找到他。真的吗？对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要让上面的下来补位，然后呢，我再夹这个粉红色的。夹玻璃夹。哇！哎呀，完了！哎，粘在一起了怎么办？啊，我老婆说呢，她要帮儿子夹这个粉红色的，叫我看她表演。我先把蓝色用开。好啊，感觉要出货的。哦哦，是怎样？出 A。你觉得会吗？这个角度不会出啦。出货！哦，当出货。还有这招。因为它这样掉下来，有可能出来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啊，两个。对。蓝色有机会。哇，这个当机出货吗？有吗？有可能吗？好扯！哎，这是太幸运了。不是吧？耶！给你。你真的表演给我看呢？是不是真的当机出货？你是猜到了吧？怎么可能？而且连续两个。你太强了，我夹了老半天呢，我夹到快把我夹呢。对。你帮爸爸夹这个好不好？夹这个。来，我叫我儿子帮我夹这一台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来这一场怎样？直上直下就好。对啊，根本就是靠运气的吧。太远的。你为什么要干扰我儿子夹娃娃呢？这是我的钱呢。我是你的钱啊。对，我要让他自己夹。好，自己夹。哦，夹到了！厉害哦，夹到了对不对？连续三个都他自己夹。当然啊，直上直下。我你先帮他。拜拜。有没有出货呢？有哎，我拍到。我在帮他捡东西哎，就出货了。真好笑。这里就是非常靠运气，不需要什么技术。那你刚夹了老半天都夹不出，只这样子夹就好了。对，那我想要去挑战那个你刚夹的水壶，你那个水壶感觉不错。
来了来了，甩一下哈。你觉得要夹哪里呢？翻吗？如果是我，我一定翻呐、啊。看爸爸出货。好大的水壶哦，这是几 cc 啊？2000哎，最后20块啊，我要试试看。我跟你讲啊，今天最欧就是你妈妈。你妈妈真的有够欧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10元可以加2盒玻璃。很厉害吧？没出货，好吧，结束。你有4袋，那你要跟哥哥玩吗？好的。有，我抢哥哥的玩具。你抢哥哥的玩具？波波呢，很厉害啦，他一次加3盒，他光这3盒玻璃就赢我了。他自己也夹到了3样。对啊，太厉害了。我只夹到一点点啊，对对对。你看夹到谁？谁要自己夹的？还可以，我觉得1000块可以夹这样算不错。那你等一下要回去玩玻璃吗？要不要？偷偷跟大家讲，我不能让他听到。这个呢，玻璃我会抽给大家，就抽一盒。然后抽奖方法的话，就是影片底下留言，对，就有机会抽中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，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